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在吃鸡你落地钢枪的时候，捡物资经常会看运气，运气不好经常会落地成盒。下面要说的就是落地遇见最倒霉的三个装备，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321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第三名，十字弩。十字弩虽然伤害很高，爆头可以直接带走敌人，可是落地钢枪的时候捡到，基本上就成盒了。毕竟它不光很难命中，打身体还无法瞬瞄，直接爆头才有机会。即使是大神也很难做到。第二名，落地没枪。如果运气很差的话，即使是跳资源很丰富的钢枪热门点，也很容易进了一个片区，结果一把枪都没有，全刷的配件、药品以及防具，简直不要太倒霉。第一名，落地信号枪。落地捡信号枪才是最倒霉的事情，毕竟信号枪连伤害都没有，直接被人追着打。要是落地捡到它，基本上只能拔腿就跑，看能不能跑出钢枪点苟活。小伙伴们，你对此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3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